我们即将在下星期的11月13号开启我们的募资计划，然后更多详细的资讯呢，以及近期的表演都可以上 IG 搜寻幽灵水晶 Crystal Offshore。好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，然后我们要带来最后一首歌曲《幽灵》哟，你们一定会喜欢。
谢谢，再次的谢谢我们的可爱青春青春女神幽灵水晶，我们的例行冠是幽灵水晶来了。等一下，我说神冈文化祭，然后你们说幽灵水晶来了，好吗？好，我说神冈文化祭，来一起说神冈文化祭，幽灵水晶来了，耶！卡哇伊哦，青春女神一起来热力支持，下礼拜一开始就要募资了，对不对？欢迎大家来支持幽灵水晶，欧山大哥，当下。青春可爱幽灵水晶，14岁到23岁，琪琪今天也18岁哦，感谢您，谢谢。好，紧接着我们的天下无双马上即将为大家热情的登场，特别提醒您哦，我们还有我们的50寸的液晶电视还没有抽出来，对不对？